今天我和小猴子来到了那个青云市场，在这里转一转，这里有好多好多的美食，好多好多当地的特产，有好多吃的。想不想吃啊？想。这个水果捞吃过吗？想，没吃过。本期特色东西，吃了各种。还有个辣椒的。吃辣的吗？好不好吃啊？好吃，很好卖的，这是我们的柳州的特产。本期特色酸野，吃了不长肉的零食。一块芒果，一块菠萝，尝试看，好吃的。是是啊。对的呀，不长肉的零食。一块芒果。这，因为我怕吃不习惯。习惯了，都好吃了，不要花。这个是啥？这是芒果，吃了不长肉的零食。芒果啊。大萝卜呢？你这这，哈密瓜。哈密瓜也来一块的。少少来点，少来点，先尝尝。先尝尝。啊。啊。这是辣吗？这要给拌吗？哦，我帮你弄正宗点的麻糬，要辣是不是？能吃辣吗？吃了不长肉的零食。只能接受一点点。放一点就行。能吃辣，放微辣。少放一点点。少放一点点没关系。啊。没见过吧？没见过。我也没见过。这是啥？酸桃。广西特色酸野，吃了不长肉的零食。那个是乌兰果吗？不是的，酸桃。你先尝一尝。广西特色酸野，你尝一尝看怎么样？我要尝一个菠萝。广西特色酸野，吃了不长肉的零食。什么感觉？我好像少了一件辣椒。酸吗？那你吃个那个这个芒果试试。哪一个是芒果？这个吗？啊。这有什么味道？你尝一下。不，你尝一下呀。你这来了，得尝一下当地的东西。就是尝的是辣椒，和北方有啥区别？有一点酸，酸有点酸的。我也尝一下，这是芒果啊，脆脆的这个芒果，就是放点辣椒。人挺多的，有卖菜的，卖吃的，最繁华的一个早市了。干嘛呀？你不是喜欢吃甜的吗？啊，关键我家那也有呀。咱要来吃，家里没有啊。我要吃咸的，他没有。我们这边都是吃甜的花，没咸的花，甜的花也很好吃。甜的吃不了，我们北方人都是吃咸的呀。不行，享受不了这甜的。这是啥呀？这么多人。这是肉脯。肉脯。我看一下是啥样的。嗯。它是猪肉吗？你没喝过这个吗？我很喜欢吃玉米汁的，超喜欢。我每次去酒店吃饭啊啥的，都会问人家有没有玉米汁，有没有玉米汁。啊，要那种现榨的，不现榨我不喝。我最大的一个。你这是酸的甜的呀？酸的，酸甜。要多少？这么大。这就是广西的山楂。给这个小苹果似的哈，糯米、水晶饺、虾饺，哦，就是这个东西。第一次看到螺丝酱，用螺丝做的酱，你尝一点，看怎么样？肯定好吃。你看这么的，这螺丝粉真的有这个味道，真的吃不完的了。辣不辣？可以的，而且甜饮笑片。中间是那就行啊，这个就这么吃啊，可以拌饭啊，炒菜也可以放。可以啊，你喜欢这个味道，你可以放。煮鸭脚啊，鸡脚啊，你可以放。焖一下很好吃的，过一下水。啊。蒸鱼啊，煮菜啊，都可以。都可以啊。都可以。好香的这个。辣不辣？辣不辣？还好，但是可以接受。那就行，我来。多少钱一罐啊？这个25，这个15块，这个10块。来柳州必须要尝一下柳州的特产螺蛳粉。但是太辣的吃不了，微辣还可以。这就是1两的是吧？
嗯。你尝一尝和那个袋儿装的有什么区别？啊，等一下，我把它泡好了再尝。还先泡一下。对，先泡一下。一张你吃得饱吗？吃得饱。我看就这么一点儿。吃得饱，吃得饱，胃口很小的。口味怎么样？你可以尝尝，我估计你太酸。酸啊，没事。太酸。酸你也吃不了吗？我吃得了，我喜欢吃。哦，那就行。我啥酸的就吃啥。